我是安娜，实名见证。好了，废话少说，今天我来到这里的目的是消灭传说中的大魔王，成就整个仙境传说世界。就是这样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大魔王？没错，我们是大魔王的儿子小魔王。我去，大魔王居然生了这么多。没错，别废话，叫你们的大魔王出来，我要和他一决高下。先打败我们的爸爸，经过我们的关再说吧。哼，不自量力，看招。啊，我行呢。看招。啊，我也行呢。到你了。等等，又怎么了？爸爸叫我和他吃饭呢。那个，带我一个如何？好的，跟我过来。妞妞妞妞。我是安娜，经过刚刚的一番大战，我终于到达了大魔王的所在之地。你就是小魔王的爸爸，大魔王。爸爸就是他，他是那哥哥弟弟妹妹。好啊你，敢杀我的孩子，今天你别想活着走出去。哟，口气还不小呀，擒贼先擒王，今天杀的就是你。看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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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安娜，经过我的不断努力，终于打败了大魔王。对赛，了不起，飞战！王炸！爸爸怎么办？我们又输呢。好吧，既然你赢了，那我就答应你，不再破坏普通的那吧。我是安娜，我又一次拯救了世界的和平。